就在这伏魔殿里锁着36个天罡星，72个地煞星，一共是108个煞星。一旦放出来这些煞星，厉害了得呀！北宋末年，宦官当道，民不聊生。山东运城以宋江为首，聚义梁山的108将行侠仗义，劫富济贫，除暴安良，令朝廷宦官闻风丧胆，彰显梁山108将石破天惊、豪气干云的忠义壮举。今日乃黄道吉日，焚香祭天，愿众兄弟情同手足，唯义是举。要想让我梁山坡兴旺发达，永立于不败之地，光靠一个义字尚且不够。我等聚义梁山，为的就是除暴安良，替天行道。除暴安良，替天行道。自古以来，哪有女儿家给自己做媒的？自古没有，在这之后就有了。大人，你看看这个，这分明是反诗啊！是什么样的人写了这首反诗？运城宋江出事了，哥哥，知府将我当庭发落，说捉拿在浔阳楼写反诗的宋江。我既然已经答应自行发配江州去说我那杀人之罪，就不能中途变卦，失了诚信。今有江州府犯人宋江提携反诗，妄造谣言，勾结梁山坡强寇，谋逆造反，按律斩。脑袋掉了，良心可安。
山小寨一洼之水，怎能容下这许多真龙？小马藏刀，忍击星光小人，怎能做得了山寨之主？滚！